排名第四位，得票数是。 13万3607.1票，他是来自SNH48 Team N2 的冯新铎。 恭喜冯新铎，可爱善良的冯新铎来自 SNH48 Team N2， 他是 N2 的队长，他必须不断前行，也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。但是他从不逃避，一直勇敢前进。恭喜冯新铎！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N2 的冯新铎，今年谢谢大家给我投票。其实我非常不想，就是以一个 top 或者说是前辈的姿态站在这里，然后非常就是端庄的给大家来一段发言。实际上呢，我今天因为我非常迷信嘛，我今天上那个公主披风之前，我裤子的拉链坏了，然后我就觉得 今天可能是一个就不太吉利的日子，然后我搞耳钉的时候，那个一拽一拽，耳钉啪就拽断了，然后我就觉得今天可能不太稳，然后不稳到我觉得我的高跟鞋都不太稳了，然后但是还是得到了第四名的好成绩。今年也知道粉丝们投票非常不容易，哎，大家一起奋斗了这么久，虽然说我的目标是御三家，但是 我现在是第四名，说明今年的我还不够御三家的资格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会向着第一名的成绩继续努力前行下去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我说向着第一，没说我要争第一。 因为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嘛，然后呢，哎，还有非常激动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作为 SH48 Team N2 的队长，我可以自豪的在这里喊出。 2017年的这个夏天，我们 N2 后继有人，并且土榜的神机，这是我们大家的骄傲，这是我们集体的荣誉。我们队一直以来经历过很多的风雨，不过这都没关系。其实我更享受的 是和大家一起在台下玩狼人杀，或者是打麻将，或者是聊天聊到凌晨的日子，这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最珍贵的回忆。我觉得这就是盛世。所以说，想要战斗到底的话， 尽管来，我们也奉陪到底。还有一些话想对这一年以来的支持我的胜利的游戏节目组、先出当道节目组，还有周刊少女所有的工作人员，你们一直都对我非常好，我很庆幸，一直身边都遇到了很多温暖的人，包括我的粉丝。 所以说，今年 我可以作为 SH48 的第四名，努力的工作了，这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。明年继续加油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冯新铎，当然要祝贺 Team N2 的好成绩。
接下来还会不会延续呢？